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瓦特。今天呢是时尚系一年一度的万圣节活动，有没有看看我今天的打扮就知道今天是什么节？万圣节。那就让我们看看今年办的如何吧。介绍一下你是什么角色？我就是，你是彼得潘的小姐，冲车。好看，今天扮什么？猜猜看，扮什么？恰，对对对，我知道。嗨，各位，那现在就是有茶点跟饮料有，那等一下我们进去那个会场活动表演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就来一起看表演。然后呢，最后有一个鬼，我们再看看我们进行的怎么样。
最贵妃的爱吃。好，可以，我帮你放在这。几个修女啊，哎呦好恐怖哦，贴心，好恐怖！啊，他们，哎呀，好恐怖啊！哇！哇！哎呀，好激动！哇！不要碰我！啊！掉到我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大家好，我是露露，我觉得这是万圣节鬼屋化 ，Bravo。